大家好，玛莎露，今天来到来一乡来一村新来一八巷66号那间白色货柜屋，店名 NAWA 创意简餐餐厅。NAWA 在排湾族用语很多，这里用意是惊叹赞美，虚词用语之意。这个地方也就是灾后新居的新来一部落新提乡外龙国小对面，占的好几公顷，包含语言学校跟灾后住户及部落走读分享空间呢。移居新居地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不像原居的那么自由，土地利用机会更是少了呢。虽然有设立新林耕地，那只是应付自足上面的问题罢了。NAWA于是有了创意开店想法，这种创意想法也是带给很多族人的一种赞叹惊喜。NAWA之声店里除了简单创意料理外，还有小农栽种的农特产特地设立摊位贩卖呢。辛苦栽种的农作物多的特别拿来贩售及分享天然食材，感谢小农们辛苦栽种的分享精神，深深的感动店里老板及每个新居地的族人们，此后彼此有这个默契机会跟合作呢。白天的NAWA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风景跟人文，天气晴朗的时候还看到大武山山岚围绕住呢，像披了一条白色衣卷，绅士风度的带看部落期待回家的感动呢。偶尔也会碰到懒洋洋的猫跟狗狗店里为伴，喝杯精神饮料，照了几张打卡网美照，时间不急吧，等待别有风情乍现的感动。傍晚客人陆续觅食，落日光影下人影穿梭，树影婆娑，仿佛置身国外的情景，美得让我忘了桌上的餐点呢。每个季节里NAWA有不一样感动跟精神，有时特地为此地部落表现优异的小朋友们优惠店里享用，或者办理家族年度聚会场地使用。NAWA多了聚会跟分享的动机，也促成此地让朋友们非常流连忘返的地方。有时店里时常来了乐团演奏，原来是网络非常有名的你侬我侬现场演出，NAWA小舞台多了传统音乐分享呢，真棒。细细品味会听到鼻笛跟吉他声融合感觉，加上人声的穿越千古的古谣传唱，我们现场听到内心万分感动。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期待很久的声音，也是在美丽傍晚下邂逅完美的风景后，再次让我心灵激动感恩。音乐无界别，如同声音穿越彼此内心里的出众灵魂。下次还有一起走读部落机会，我会跟住NAWA邂逅傍晚的美丽后，再次侵入晚上音乐心灵分享，再次拥抱创伤心灵的归属。难得部落看到的演出，NAWA就是不一样的精神，好像身边的人事物时常发生不一样的美丽与哀愁，但也造就店里的精神，凝聚族人之心，给部落上的支持与鼓励。来一起部落走读，新来一部落NAWA给你不一样的心情。玛莎露欢迎分享订阅音乐你侬我侬乐团。